让自己来提升。这个球打成一个滚地球，哦哟，硬是拦截起身之后传一垒，哇，这个接都接得漂亮，刚刚传再往二垒传过去，来得及补救吗？也来不及。嗯，这是一个失误了。哇，所以廖俊凯真的他左右移动的能力、接球的范围非常的棒、嗯，但这个球传的是偏掉，这有点可惜了。我记录上像这个说在应该是可以给易安打一失误。嗯，这个球给易安打一失误合理。对，目前因为这个眼看要穿出去啊，这个反手啊，这个球、啊、这个是有难度的，这个直接给失误，会比较牵强。哦，易安打一失误是标准答案。没错，现在积分板增加了一支安打，那也增加了这个防守方的一次的失误。哦，这个球真的能够拦截哦，所以廖俊凯是